生命电视台，让世界更美好。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。诸佛说，涅槃至上，忍辱是最高的苦行。伤害他人的不是出家人，压抑他人的也不是沙门。不诽谤，不伤害他人，严守戒律，饮食知节量，僻静处独居，勤修增上定，是诸佛教。圣者极难得，不是每个家族都能生出圣者，但圣者出生的家族和乐兴旺。诸佛出生在世间，令人喜悦。佛法在世间弘扬，令人喜悦。僧伽和合，令人喜悦。比丘持戒，令人喜悦。供养值得供养的人，诸佛、诸佛弟子和克服执着、邪见与傲慢，远离诸忧患的人，供养极尽，心无畏惧的人，功德不可衡量。众生满怀憎恨，佛陀不憎恨。众生满怀憎恨，佛陀安住不憎恨。众生种种烦恼痛苦，佛陀不烦恼痛苦。众生种种烦恼痛苦，佛陀安住不烦恼痛苦。众生贪求欲乐，佛陀不贪求。众生贪求欲乐，佛陀安住不贪求。
佛陀愉快安住，没有种种烦恼障碍，如同光阴天，佛陀以法喜为食。没有任何的火比得上贪欲，没有任何的罪过比得上嗔恚，没有任何的痛苦比得上五蕴，没有任何的喜乐比得上涅槃。饥饿是最大的疾病，五蕴是最大的痛苦。智者如实知见这种道理，而证得究竟喜悦的涅槃。健康是最高的福报，知足是最好的财富，最可信赖的人就是最好的亲友，涅槃是最究竟的喜悦。已经领会极尽独居安乐的人，已经领会法义而喜悦的人，不再恐惧，而且远离邪恶邪见。止欲圣者是好事，与圣者同住是件喜乐的事，不见愚痴的人也是件喜乐的事，与愚痴的人为伍会长期忧患。与愚痴的人为伍如同与敌人为伍一般痛苦，与智者为伍如同与亲友同住般安乐。所以人应该与聪明智慧多闻坚定善尽职责的圣者为伍，如同月亮追随星辰的轨迹。比丘若流连不该去的地方，不修持正思维，放弃戒定慧三学，
而还俗去追求欲乐，则只能羡慕修正的比丘。不要贪恋可亲与不可亲的人事物，怨憎会、爱别离都是痛苦的，所以不要爱染，因为爱别离是痛苦的。没有爱染和憎怨的人毫无幸福。喜爱会引起忧愁，喜爱会引起恐怖。毫无喜爱的人，远离忧愁与恐怖。喜爱会引起忧愁，喜爱也会引发恐怖。割舍喜爱的人，远离忧愁、恐怖。执着引发忧愁，执着引发恐怖。毫无执着的人，远离忧愁、恐怖。欲乐引发忧愁，欲乐引发恐怖。毫无欲乐的人，远离忧愁、恐怖。贪爱会引发忧愁，贪爱会升起恐怖。毫无贪爱的人，远离忧愁、恐怖。持戒严谨，具足正见，住法明白圣谛，而且戒定慧三学圆满的人，为世人所敬爱。渴求涅槃，心中感受到三果的喜悦，并且不为物欲所系缚的人，
就是证得不还果的人。长期离开家乡到远处去的亲人平安归来的时候，亲朋好友和祝福的人都来欢迎他。同理，做善业的人虽然往生，仍然得到善报，一如亲朋好友欢迎返乡的亲人。舍弃愤怒，剪除我慢，解脱一切系缚，不执着名色的人不受苦。能够抑制愤怒，如同不刹住疾行车辆的人，是善于调御的人，其他的人只是空执缰绳而已。以爱调御愤怒，善治福恶，不失圣坚令，以实化战胜妄语。人应该说实话，不可愤怒，即使自己拥有的不多，仍然应该布施给乞求的人。能够做到这三件事的人，可往生诸天。调伏色身，不伤害众生的圣者，证得不死的境界，涅槃，不再受苦。时时保持醒觉，日夜勤勉修学，并且志向涅槃的人，熄灭所有的烦恼。
罗汉音支，这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，自古以来就是如此。沉默不语的人受诽谤，多话的人受诽谤，寡言的人也受诽谤。世间人对任何人都诽谤，不论过去、未来或现在，没有人永远受人赞叹，也没有人永远受人诽谤。如果行为无瑕疵，智慧与德行兼备，如言福经一样有价值，连智者都日夜加以赞叹的人，谁能诽谤呢？甚至诸天与大梵天也赞誉这种人。善法功德，供养僧宝，功德殊胜难量。慈悯众生，常施烟供、药供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人都有身体，有身体就会生病，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。所以生命天使来提出来，大家多放生、多吃素。更重要的，我们去护持全世界在修行的出家人，特别在贫穷偏远的地区。那佛所说，这个是长寿无病更好的方法。进一步呢，我们也做药师烟供啊，布施药给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，也可以让我们长寿无病。所以愿大家除了多运动、吃素放生、多供养出家人医药、多做药师烟供，帮助那些孤魂野鬼。愿大家都健康，阿弥陀佛。中华护生协会与您一起关心生命，慈爱众生。护持账号：4213-8483，4213-8483。户名：中华护生协会。护持功德殊胜行。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
那舍利佛尊者有一天日头赤呀呀，出去吐跋，吐跋以后，哦，全身骨拢干。啊，迄阵有一个外地来的奴隶工人，专门的干呐，伊干呐会使去共人吸水去抢伊的蚕的对吧？哈，去工人就是去河中吸水，啊去抢公园的主人的公园。啊，伊对佛虽然捌听过，但没信心。啊，伊讲舍利佛尊者吐跋完。啊，行过规身骨干啊，坐伫树仔下，但是坐伫树仔下位移真好。舍利弗尊者慈悲嘛，位移真好。啊，这个工人就讲：“哎呦，师傅啊，我看你足热，那你好无？啊，我咧抢水哦，啊，你刷卡过来，阮主人叫我抢一打。啊，你衫脱起，我甲你水抢，啊，水嘛阁袂浪费，顺便灌溉。啊，好你吼、哦、较凉诶，哎、欸，这个也是不错，因为舍利弗尊者威德啊，我这个工人起了信心。”啊，舍利弗尊者当然很慈悲啊，上衣脱下来合掌，让他这样淋浴。淋浴以后啊、哦，很凉快啊，穿好衣服继续游行。但是那个工人当天晚上的戏啊，啊，因为一世人做奴隶就艰苦，所以福报来了，当天晚上无病睡觉死掉了。啊，死掉以后马上行天逃离天宫，玉皇大帝下面的天地。赐予玉皇大帝另外功德老多，最主要是他什么？因为他供养到舍利佛了，你两个供养到佛陀，可能要做玉皇大帝了，因为他有欢喜心。那他成为玉帝 的下面的天子以后，一直观察我丁西良是做什么移民呢？哎呀，原来我供养最好迄个舍利弗尊者啊，而且知讲伊是佛陀的啊智慧第一的大弟子。所以我能够有称之为赐予天地的天子，哇、哦，他很高兴，所以他就用他天人的力量啊，在人间做了很多御事，好让谁辛苦了啊？你看啊，因为他认为这样啊，功德力很大啊。但是呢，他对舍利佛非常感恩啊。有一天他找到舍利佛，哇，用天花供养舍利佛，舍利佛就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供养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尊家，我就是在过去。”你记得你抢注意的呀！我现在因为你是一个大福报者，所以我才能够借此升天了 啊！愿你再接受我供养。所以舍利弗尊者很感动，为他说了进一步讲了苦集灭道四圣谛轮回的苦的因是什么？当下他证得出果了啊！证得出果，这个天地就永远不会堕落恶道，要么就出家啊来投胎做人证阿罗汉，要么就升到更高的天。所以各位，供养水很重要啊，而且供养给福田更重要，那有欢喜心啊。所以佛菩萨是福田呐，啊，阿罗汉是福田呐。那当然，这些可怜的众生更是福田啊。所以佛陀叫悲田第一，所以希望大家多遇佛嘛，啊，多供水，包括法会，你买好一点水跟大家结缘，这个都是供水，先上供后下施。所以佛才会讲说供水功德经，你看供养一杯水等于念一百亿遍呢，一百亿遍的弥陀心咒啊，供养一杯清净水，一年之内过去所吃的海鲜水产的恶业消除，供养佛一杯水，一百公里方圆恶鬼道不即可，那供水的功德。所以各位在家里要供水七杯八杯啊，百千杯供水。然后呢，当然如果能够碰到修行人，哎，供养水啊，舍利弗供水的故事。